是这里，有人在吗？孙伯伯，您在吗？ 他应该没来过，我们走吧。你们经常来这里的吗？偶尔吧，我们走吧。这里一定都满载了你们的回忆吧。子贤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想知道，告诉我好吗？那是我上学的时候。 我要交功课，做模型房子。当时的我住在舅舅家里，不太方便，怕磨木头把家里给弄脏了。萧山就给我找了这么个木工房。木工房的主人是一个老头。萧山认识他。孙伯，孙伯，哎，哎呀。 孙伯伯，啊，哥，你来了，哎，哎呀，我这刚收拾好，正准备走呢。记住了啊，能不能学习，别光顾了谈恋爱，少壮不努力啊，老大可要吃苦啊。遵命遵命，啊，不谈无用的恋爱，只做有用的功课。谢谢孙伯伯。你别谢我，我可是毫不客气的收了你那男朋友送给我的几瓶陈酿老酒啊。我再给买这房子借给你们的，你要谢。 就谢他吧，啊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走了啊。孙伯伯再见。再见，孙伯伯。你在这里做功课，他就一直在边上陪着你吧。这里地段太偏了，他是担心我一个人。你们一起做房子的时候，应该是共同梦想着未来，共同梦想着你们以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吧。子贤，不要再说了，我说了。 我和他都已经过去了，他现在是跟你在一起。可是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们的将来，从来都没有提过要结婚。我们是没有将来的。对不起，我自己已经够难受了，不应该让你也难过。何况你还这样的帮我。没关系，如果。 你心里难受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一起分担。哦，当然，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走吗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出去太丢人了。当然可以。 莫先生，童小姐回来了没有？童小姐还没有回来，要不要我给她打个电话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 你跟穆振飞打过电话吗？没有，我都是让他同学打听的。你是把他给忘了？说不定他和萧山有联系的。对，快打给他问问。喂，学长，是我，子贤啊。哈，子贤，什么事？萧山最近找过你吗？你有见过他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他姥姥去世了。 可能是因为太伤心，一个人不要跑到哪里去了。应该不会出什么事，你别太担心了。他那么大人了，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也帮你打听一下，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嗯，谢谢，再见。那我们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 我们就是想问问，最近加价了没有？
你打算再聘用我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再犯一次错误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我要是再犯错误的话，我自己跳下去淹死算了。好，爷没定啊。好，帮我查个人。童小姐回来了啊，没事，你们继续玩。啊，不是的，其实刚才一直在等您回来，我只是陪莫先生练习一下而已。莫先生进步神速呢。莫先生，可以准备晚餐了吗？好啊。你怎么迷上打游戏了？其实这种东西一点都不难。坐。你想跟我对打？我是不是太快把你打败了？再来。怎么，很爽是不是？像报了仇一样吧？是啊，很爽啊。玩别的我玩不过你，玩这个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再来，再来。想砸就砸，你不砸，我帮你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都别生气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哦，晚餐快好了。好。有心事啊？出去一会儿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啊，就是朋友的一些破事。要吃饭了，我去洗把脸。小千，科技公司的合同弄好了，他们发过来我看了一下，有些条文我做了一些修改，明天他们再发给我，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发给你。另外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弄好了。这么快？真的不好找，假的还可以。我是加了钱让师傅连夜赶工的。我叫好了快递，明天你就可以收到了。
好的，谢谢。再见。拜拜。哎，说好了今天我请客，你们怎么又抢了？为什么今天非要你请客呢？我不说了吗？明天我就走了，所以说该我请。就是说嘛，明天呀你要走了，所以呢我们请。嗯，给你送行。切，穆太太，后天我也要走了，我老公这边的生意也谈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，也没人陪你，你还不打算回去吗？这挺好的，我想再玩两天，放心吧。嗯，穆太太，那不是你老公吗？哟，还遇了老公啊！啊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媳妇儿，别来无恙吧？啊，挺好的。原来是一家人团聚啊，来喝茶。是啊，我妈听人说这里的茶是本地最好的，非要我带她过来喝。你才刚出来，看来现在又要进去了，还啰里啰嗦的。人家一家人团聚，你就识趣一点。对对对，莫先生、莫老太太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永飞，你过去喝茶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妈，请。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还以为你在上海呢。我以为你在家呢。我来这里是为了看我妈。我来这是为了看珍妃。老公请。瞧你一言语的，倒是我不对。别怪他，是我不好。我是因为应聘回来讲学，也想着是该回国了，也想看看你们。可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，我是人回来了，安顿好了再告诉他的。他也是昨天晚上才从上海赶回来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这个媳妇儿啊，还真伶俐，十年没见了，一眼就认出我这个老家伙了。妈，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心里惦记着你。十年前我跟少卿结婚，您就没有回来主持大局，十年之间也没回来看过我。我就想，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，您不喜欢我这儿媳妇呢？别说你了。这十年来连我也没有见上几面，然后呢突然说回来就回来。好好好，我两个都不喜欢，我连我儿子我也不喜欢。媳妇儿，是叫你消气了吧？媳妇儿，你怎么老盯着我的戒指看呢？你喜欢啊？戒指好漂亮啊。他送我的，可我一个老家伙怎么会戴这种玩意儿呢？所以就一直没戴啊。昨天晚上他陪我吃饭，看我没戴上不高兴了，所以今天我就一直戴着。他一走啊，我就脱下来。小倩对您真好，他还没有送过我戒指呢。那你喜欢拿去啊，不过尺寸可能要改一改。妈，这是我送你的。我的东西早晚还不是他的。嗯，妈，这是他的一片孝心，你就留着戴吧。嗯，好好好，当我没说。您住哪儿啊？这边大学已经帮我找好一栋房子了。明天你有空吗？我陪你到处转转。哎呀，真不巧，我明天要去北京呢，那边的大学也请我过去几天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聚一聚，好吗？当然好。你呢？哦，我明天去上海，科技公司的事也谈得差不多了。明天我去签个约，然后就直接回家。你呢？那我也回家吧。你买几点钟航班啊？咱们可以一起去机场。好啊。你住哪儿啊？酒店吗？没有，他昨晚住我们那儿。唠叨了一晚上，我都快疯掉了。今晚啊，你快把他领回去，我乐得清静。
你呢？你又住哪儿？振飞家。哦。来喽！哎，姐，姐夫，快进来。你在做饭啊？是啊。难得你们两个一块儿过来，我亲自下厨，马上就有的吃了。来，里面坐。好。你们先坐啊。哦，振飞啊，嗯，你的书房能不能借我用一晚？我为了赶过来看我妈，很多文件都没有处理呢。怎么，不可以啊？借给他吧。那你睡我房间，书房没有床，我睡客厅。不用了，你帮我准备一套被子枕头，我累了躺地上就好了。好，那听你的，你们先坐，我去弄饭啊。嗯。你先坐会儿。我去找振飞聊两句。我也去。我是让他回远中上班，你在旁边我怎么说？哦，如果他不回去，就用绳子把他绑回去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怪脏的。来谢你啊。事情都解决了？应该是吧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只不过是把我姐姐每天去哪儿都告诉了你而已。谢了。别太闲了啊。那个戒指你送给婆婆了？是啊。我当时问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？你也没有问我送给谁了。怎么，连我妈的醋你也吃啊？如果你喜欢那戒指的话，要不就让我妈送给你吧，反正她也这么说了。我才不要呢，又不是送给我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让你多点时间回家。姐，吃饭了。啊，我来了。吃饭吧。嗯。振飞这房子哪都好，就这书房太难看了。吃饭吧。尝尝我做的排骨。你买的吧？我做的。有进步，有进步，真是不错。好吃啊，再来一块。你也尝尝。谢谢。这间书房啊比较奇怪，风格和整个房间一点都不搭，不过我还挺喜欢的。
喂喂，永飞啊，是我，张太太吧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给你打电话呢，是想问一下那个戒指的事儿。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对不起啊，那戒指我不想买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就不想买了。我是真心实意想把这枚戒指卖给你。江太太，不是已经有人出更高的价钱吗？你就卖给他吧，别再纠缠我了。哎呦，我不是真心的想交你这个朋友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老公啊是死活要把那枚戒指卖给另外那个人，我就死活不肯。我让他再等两天，今儿啊我也是趁着他不在家偷偷给你打电话的。我是说实话，像您这么有钱的人，本来我也是高攀不上的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呢很实在，说话呢也和气，也没有嫌贫爱富的，所以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想把东西卖给你。再说呢，我也难免以后啊有事情要麻烦你。我不是听说你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吗？那现在呀，我家女儿也要出国去留学，学校嘛也没有选到什么特别合适的，所以我还想请你帮我推荐推荐好学校呢。江太太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，那只戒指我已经没兴趣了，况且也不知道来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？那个枚戒指啊是我外甥女的男朋友送给我的见面礼。真的，我没骗你的，他那个男朋友呀看上去就是有头有脸的。就是我一时忘了他姓什么。哦，你等等啊。哎，帅帅，你记不记得你姐姐那个男朋友姓什么？姓莫呀。对，姓莫。叫什么？莫少谦。叫莫少谦。睡了没？还没呢。礼拜一你可以上班了。那件事解决了？解决了。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，明天一大早就走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您还有话跟我说吗？没什么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什么事？没事。明天还要早起，早点休息吧，别忙坏了。知道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谢谢。请问是莫太太吗？是林小姐吧，请坐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不认识你啊。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你认识同学吧？你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吗？不知道。她男朋友是我老公。哇，他的第三关还没掰正下来，不错嘛你。对不起。再给我练习一天，我能打赢你。你好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妈，今天几点的飞机飞北京啊？骗你们的，我是不想再见那个儿媳妇儿。你们呢？哦，他临时有几个太太约他去云南旅行，今天一大早就走了，我就多留一天，明天回去。你不是急着要去上海吗？其实不去也行，那边的合约和解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
明天我直接回远中就行了。陈侯说的没错，你总是争取时间留在这里，是为了同学吧？哪有？陈侯还在生你的气吧？看来你不把同学赶走，他对你是不依不挠的了。这是我的私事，他管不着。他就好比一心扶助落难太子重夺皇位的死谏忠臣，对于他来说，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。妈，你放心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什么该听他的，什么不该听他的，我心里有数。又不是真的，亏你还带着。即可乱真啊，有模有样的，带着玩玩也好。如果不是即可乱真，怎么能骗得过他？瞧你，戒指的事情解决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我就没有紧张过。你看，他是真的相信了吗？他再怀疑我，他也不会怀疑你。当心点吧，我这个媳妇儿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心里怎么想啊，难说。他除了能闹出一些事来，还能做什么？坦白说，我是不喜欢同学，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是这样一个人，竟然和一个有妇之夫交往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丈夫会背叛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先回答我，你担不担心你的男朋友被他抢走？他叫萧山，对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找人查我？我找人查了同学身边的所有人和事情，请原谅我的不择手段，我只是想挽回我的男人。如果这个男人的心都不在你身上了，你还留得住吗？你先回答我，你担不担心这个男人被抢走？有，我每一天都在担心。所以我们是应该坐以待毙，眼巴巴地看着男人被抢走呢，还是应该联手一起合作，留住我们心中的爱？那你想我怎么做？童小姐回来了。嗯。莫先生在书房里呢。他不是走了吗？他说明天才走，今天你刚走没多久他就回来了。那你跟他说我去哪儿了吗？我说你去同事家加班，问他要不要给你打电话，他说不用了。谢谢。我明天早上7:30的飞机。哦，对，那个专案执行计划书什么时候能给我？那这样吧，你晚上给我发过来，我在飞机上面先看一看。好，明天见。回来了。因为之前请了几天假，所以今天去月英家加班了。你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早一点回来吗？如果你的同事是个男的，我保证你会马上接到我的电话。我怎么敢呢？去换衣服吧，穿漂亮点，我们去吃饭。你又要带我去见什么人啊？放心，就我跟你两个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见我的小舅子，我可以帮你约他。哦，那我们去哪里吃饭？不会去你不想去的地方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那我去换衣服。哎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喜欢。谢谢，那我去换衣服了。Thank you.
纯属个人见面的两者。怎么不说话？你也没说话呀。我看你心里憋得慌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明天真的可以去上班了吗？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是啊，可是……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就是解决了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怎么，不相信我？没有啊，你从来都是说到做到，你说没什么好担心的，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比如我太太是怎么发现那个戒指的？是我舅妈拿着戒指去找买家，结果那个买家正好是你太太。我已经问过我舅妈了，不过她以为我只是随便问问的。难道你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解决戒指这件事的吗？如果我问了，你会说吗？不会。所以我不问啊。跟了你三年，从你身上我学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能不问的就别多问。那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学会我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你就不去做呢？那个戒指给你惹来了麻烦，我去找舅舅要回来好吗？你又不稀罕那戒指，要回来干什么？算了，就让你舅舅捡了这个便宜算了。我舅舅不是因为贪钱，他只是想弄点钱给我表妹出国读书。是这样吗？那就好了。谢谢。我才刚夸你聪明，原来你还是那么笨。像你舅舅这样的人，你还要处处为他着想。你别侮辱我舅舅好不好？如果他是一个好人，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吗？那个戒指是你花钱买的，我只是慷他人之慨。那么你的身体呢？你的自由呢？你当初说过，如果我乖乖的听话，有一天你厌倦我，你就会放我走的，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我。是啊，那要怎么样？如果我不听话惹你生气了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我，但是如果我听话了，哄得你开心了，你又不会厌倦我了。即使有一天你厌倦我了，我也已经人老珠黄了，到头来还是一辈子。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。谁告诉你这世界上有公平的游戏的？如果这个世界有公平的话，那我就不会遇到你。再陪我喝一杯吧。你不怕我又喝醉了？大不了我就把你扔在路边算了。那就喝吧。请问需要来点什么？再来一瓶。好的。涂小姐，涂小姐，郭先生的衣服。谢谢。少谦，少谦，你的衣服今晚有风，很凉的，穿上吧。
相爱时光，你穿吧。你和我紧紧依偎的情景，那你呢？我们都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。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。能不能？爱与不爱，谁能决定？你一世我不会为你，且山岩万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。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，飞越千山，心默默呼喊着阿姨。这就是我的，给你，谢谢。有没有想过生小孩啊？什么？干什么？吓成这样？我又没说让你帮我生小孩。我哪有那个资格？你当然没有这个资格。所以你最好给我小心点，别出什么意外，别想用生小孩来要挟我。我不会。最好。喜欢我的书房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这么喜欢我的书房，喜欢到要把它搬到别的男人家里，我应该高兴还是生气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们进房间好不好？喂，雪儿啊，起来了吗？舅妈没吵醒你吧？起来了，今天周一要上班吗？哦，我是想跟你说啊，妹妹戒指卖掉了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卖掉的？前两天卖掉的。这两天呢，我带着帅帅见一些老朋友，打听打听出国的事儿，所以啊，也没来得及打电话，今儿才打给你。那是卖给谁了？